收看咱台湾艺术台，又得家人主持甲服务的欢喜做公益哦。啊，所以咱做者乡亲是大公里，咱这个三点到四点的时间，我来讲真正很紧凑，你一定爱对好调，因为今仔日真正好康的好康的要报予你知。所以咱的乡亲都啊进前家人都讲过吼，离咱这个三点到四点的时阵，咱一个啊那一个吼一个足神奇的这个啊那财神爷孙，离咱这个节目当中要来做这个发挥。啊，所以即马时机已经到，你来对好调吼，对好调。啊，当然咱今仔是咱这个文殊菩萨这个佛诞吼，啊，咱做在乡亲都话人讲，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每一个这个宗教拢是啊那有伊这个神迹吼，这个神迹啊，每一个法拢有每一个这个法，你嘛袂当去讲哇，这个法唔对，那个法唔对，对不对？来，啊，所以咱今仔日同款要来恭祝到咱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佛诞的当中，希望咱的乡亲时段会当用着上界诚恳这个心来接受到咱这个文殊菩萨所赐予咱的这个三德福以外，咱同款有所求。人讲哇，十大皆空吼，十大皆空了对吼。来，啊，所以咱同款哦，你不管你住哩对，你得甲火车吼，火车甲用一下你的吼，恁家的地址和你的地址啊，来火车文殊菩萨会当祈求到咱这个全家大小拢平安。当然，咱即马先来接引到咱的文殊菩萨。赐予咱这个三德福，安尼吼，同款哦，手甲十个时阵吼，双手吼，双手合十了，对吼，来是音乐了。来，所以咱同款静静吼，心甲静落来，安尼吼，来。来，文殊菩萨带领着咱所有乡亲士大，会当大家平安顺利，受着咱这个三德福的当中，会当我咱全家大小拢平安来。保佑你今日健康平安，平安。来，要第二句哦。咱会当笑，嘛会当对咧笑吼，用上界诚恳的心，目睭嘛会当开开哦。保佑你今日开心快乐，大家也当开心快乐有收到。来，准备要来接到咱的第三道符。消灾解难，来，咱共款双手甲天互开了顺，来供应着咱的文殊菩萨，包括着咱的众生佛，赐予咱的这个福气，赐予咱身体健康，赐予咱金银财宝满处天，来感受，收着了顺手掂咧，拄咱这个道财持着五秒钟，来一遍。来，礼行，老师拍声，拍我声，谢谢。来，好，来，今仔是咱这个文殊菩萨吼，啊，当咱做在乡亲时段吼，咱都叫咱这个文殊菩萨，甲咱这个众生有赐予咱的这个灾气啦吼，予咱这个身体健康，包括咱这个福气满满吼。啊，当然咱哩这个吼，这个只要是佛诞吼，只要甲佛有相关的，咱就会当去注意到讲，哇，咱今仔日有可能一寡灵动的部分，伊会去带动着甲空有相关，甲即个落有相关。好，所以你未来，咱伫即个武功秘籍这本簿啊，你著甲写开。只要即个佛诞啊，比如观音菩萨啦，哦，咱再讲外佛，只要甲佛有相关的，今仔拢有迄个几率会出现着甲空有相关，甲即个落有相关。好，啊，咱进前家人有讲，哇，什么神尊这個当中，地君叫什么说，伊会出现着什么数，对不对？来，啊，就一段时间了，咱也感受着讲，哇，阁有真济。新朋友，予咱家人个头啊整理的部分，阁予咱抄一遍安尼。吼，啊，你今仔会记哩？吼，只要甲佛有相关的，伊拢有可能带动到空，甲即个落有相关安尼。
期待，吼、哦、啊期待，咱有当时啊，雄雄，你也都无看嘉玲的这个节目时，哎，你也看到咱一挂这个农民，你啦，你就会记得，对不对？啊，当然，你就爱看嘉玲的这个节目，因为咱这个节目时是进来这个连贯性，吼、哦，包括的咱今仔日咱这个几个先书，甲咱针对的今仔这六十家子这个天干地支所衍生的这个数以外了，对，你爱去了解的讲，咱今仔日够咱这两下先发红爱这张签诗，啊，要甲咱报告真真正正的算真正。川台，川台你绝对会后悔。来，阿松家人佮咱报告一个足大的消息，就是安那。咱这个我进前吼有咧讲的时阵，啊，咱即马知府王爷吼，咱知府王爷正式吼找到咱台湾艺术大，吼，咱当初一顺顺来，哎，真正甲咱头家叫起的时阵，要借到咱这个电视台要来发，伊要来素材啦，伊讲来要来这个素材安尼。阮头家就想讲，哎。啊，到底啊，我也无咧，我是要哪去素材咧？我台湾艺术台，我电视台，我都安尼做做做的算，是要哪去素材？结果咱知府王爷时阵怎安尼出现着这个物件？吼、哦，出现着这个物件，予伊，予伊了时，咱头家毋是讲哇，人讲着听咧，伊就甲惊奇嘛，奇叫讲知府王爷到底是真真正正要来借着我的电视台要来发威，要素材，予咱一挂这个哪种种信众，吼种信众。当然，伊就安那开到一个互伊，好互伊就对。伊就甲连起连起的时阵，真正一礼拜，伊阮头家就想讲吼，阮当然想讲，啊，就一礼拜，我就试看你到底是真还是假嘛，对不对？伊咱碰时啊，无咧叫阮头家对着这个部分。伊唔知，伊唔是像咱会钱官钱业的人，他没有接触这个，因为咱就讲啊，今仔日为着要做公益，大家嘛拢知影讲这个啊，做公益啊，吼，对不对？欢喜咧做公益的当中，咱一寡政府吼，咱客着的送，我今仔来买这个公益材，不管你买五三九也好，大乐透、威力财啊，呱呱呱了，对，伊拢会有一部分来做这个公益，迄、那个盈余伊会去用这个国民年金呐、啊，啊是讲咱这个健保啦、啊，吼，啊是一寡这个弱势团体的送，伊会去分。配好分配好一寡社会局啦，种种的算每一期好每一算，伊这个盈余的分配拢无一定，好无一定。所以讲，家人当希望讲咱这个知府王爷算，既然敢去找到咱台湾艺术台咱当的这个平台算，要来素材好咱算，咱真正爱对好调，好对好调对。好来送咱赶快，有要甲咱做个案的这个部分，好咱只要就对了哈。有安定个，咱拢赶快水货出，好水货出以外了对。家人。嘛，要按报告。咱即马每一工啦，吼，佮伊讲一个足真真正正，人讲，迄个听无嘴，大富贵，啊是安那家人讲一句话，咱不要转台，吼，咱来看一下这个。咱即马家人这节目当中，我会个前一天，吼，前一天就对，咱这个公益彩券，咱这五三九，伊开的这个号码就对，来分享给咱的乡亲士大看了对。你也查讲，哇，这有当时一个瞬间出来这个当中。到底伊的神奇力量是伫对了对啦吼，来阿亮的这个，相信咱位乡亲大讲，无啦，我都无看到，无迄个临场感，对不对？好，迄阵只一粒安尼，动作哦哟呀，真正，你只要安那买着五十块，对不对？只要那钓钓两粒，咱就当安那摕着五十块无了钱的。可是无了钱的时候，咱阁有一部分是咱政府去咱做这个公益啊，好公益。啊那卡输咧，咱去买着这五十块，阿都拢无着。至少咱这五十块，伊有一部分的这个钱，伊会摕去做这个公益。咱的无形当中累积。一寡福德资料，所以讲有人去这个超市啊，好啦，吼买物件，南山的伊拢迄种甲用这个爱心箱，对不对？迄种是无形当中的福德资料。吼、哦，咱今仔参与到这个，确实咱也真真正正有迄个福运，钓到三号啊，钓四号，咱有进财以外，咱搁无形当中咧做一寡这个功德，啊，你也想何乐而不为的，对不对？好来，啊，所以咱今麦来看到咱迄一天，吼、哦，咱拜六咧开奖的这个过程，你若确实无看到，所以咱今麦来看。看一下，让你有迄个临场感，迄个一粒一粒出来，迄款快感就对吼。来，老师，来吼，来，正话顺讲，紧紧紧紧紧紧，哎呦嘿啊，一空哦，一空第一粒就对啦，讲哎呦过关啊，过关啊了，对不对？吼，来，即马开始紧张紧张，刺激刺激的阵，第二粒伊搁要搁练出来，当着哎呦，李叔啦，真真正正的阵，好咱会当安尼顺顺顺心，你又讲哎，李叔又搁对啊，又搁对啊，对不对？可惜我要来报告。咱台中李大哥听无嘴大富贵来空一，哎
哎呦，真正赖只神奇就对了吼。来说讲家庭人讲，等候开完了，你来去感受着讲家庭为什么讲听无嘴大富贵。来礼拜礼拜，恁爸恁爸的叔叔叫，来礼拜咯吼，来礼拜。最后一个号码来的时阵，到底是啥物号码呢？来看到哎呦三数。这个三组，你也想讲，哎呦，三组连个再连，连个再连就对。来，啊，咱即马这个部分，伊要甲收开了，顺咱即马开啊，对不对？来，啊，开出来这个部分是不是你这家？第一支一空，啊，第二支二数，啊，来第三支空一，二八三数，你安怎？咱台中。台中就对，咱这个李大哥，吼，这个李大哥就对，你敢知影伊偌神奇就对。来，即马互咱看一下，吼，咱这个，吼，咱这张签诗，吼，这张签诗，将来拜咱个这拜人。结果咧，咱这个安那阿嫂，吼，咱这个李大嫂、李大哥讲，伊开始也研究讲，哎，等一下要来买一张啊，这个公益彩券，一张给电脑用就对，一下创啥咧？结果因某哩边啊哩吹东西，啊，你啊看，你看啊看，啊，你都讲迄，你都无看。放开那个热加用就好啊！你嘞，来，即卖时阵哦，来，即卖家庭员工来，小视窗，这张吼，这张就对，吼，咱伫遮遮，伊甲所有我怎啊互你看者，吼，遮遮就对，伊有开过，有出现的，伊拢空空啊，对。因某看着讲，嗯，啊，你遐有这款啊呐，你都无用，迄无放开就好啊！来，咱这前日摆一只53一张，吼，家庭无咧会过咯。来，伊就讲，啊，你都无放开了，伊就听因某讲，好好好，来，啊，即卖伊就控一控数甲写落，对不对？来，佮看到你遮遮就对，这个一控嘛也袂开，来，佮刷了这个啦，遮规个了，这个二。八嘛无开，伊怎啊用这四号就对，吼来你啊看哦，又这无空格，这就是你若听好，你真听个超海，超海你去啊对前礼拜就对，所出现的，吼出现就对，伊就是只要所讲家人讲讲，包括咱的几个线索，咱一挂灵动，只要有出现，你就甲空格就像安尼，有出现你啊空格，结果伊啊咧见，伊啊搁咧看的当中，人虽无讲啊，你都免遐麻烦，你都无空格这，安尼你都这也无空，这也无空，对不对？迄就是未出现呢，啊未出现，你甲主迄落去啊用就好啊。结果咧，伊这四号这当中，真正有看无空一嘛，对不对？来，只一空，对不对？好来，空一来刷了，再个一支二八还未开，总啊将拄到了这个三号。破声甲吹者来，啊！所以家人当希望讲咱的雄心是大，咱这个李大哥伊讲家人好，真正人咧讲听无嘴大富贵，真正毋是无原因的。啊，因某就是安那，咱伫这个部分，伊就去看到嘛，伊就形容迄个灵感讲，啊，你就用迄无空的就好啊。迄就是人讲迄个电波，形容进来这個当中，我讲真的有财，我讲钱就对，四卡伊就祝你咧对咧酷酷中啊。结果咱这個大哥欢喜甲讲家人，吼、哦，真正吼、哦、啊。结果伊即马来个，咱阁有一张新的，对不对？阁有一张新的，顺讲我就是拢用。哎，所以讲，今年这个普通时啊，咱这个啊节目当中，拢甲咱讲咱的几个先数也好，包括咱这个十二生肖，吼，十二生肖的这个部分了，对，我来报告，真正，吼，一出现的当中。出现你拢同款甲空开了，你哪有法当去选择你要爱着？吼，啊，咱就只只来这个部分，吼，这个吼，甲林生安报告。这个号码，你一礼拜就对，同款阁会当去注意，吼，会当甲恁讲的就是安尼。好，来啊，收下的时，你也所讲，咱甲恁讲，即款人讲有福食着，吼，人讲你自然，你长期咧看家庭的节目，包括配合咱几个神书，吼，这个天干地支配合着咱这十二生肖，咱一礼拜灵动的配合着咱这个呐，这张签诗，我甲你讲，自然而然，你有迄个福运，自然就得到这个财力啦，吼，这个财力。你唔能定我，哎，我都看这张就好，啊，我都来看这灵动的就好，创啥？我讲你哪会当讲我这个也配合，那个也配合，是唔是有一天的时阵，去夺到的时阵，真正七八分，对不对？来个加上着，咱知府王爷只是要离咱台湾艺术台着，咱这个节目的时阵，要来素材荷兰的时阵，你阁唔对好调，我甲你讲，真正的时阵，你着真正无福气。啊，你真老去听着家人咧讲这段话，就表示咱知府王爷好，包括咱先父。妨碍的算，这新村的这个店铺对，
已经有去射到你啊，你当会进去转到咱的电视啊，好转到咱的电视，这款你都唔免怀疑，你哪有咧信到一挂这说，真的很神奇，伊就牵引到你家来啊，好，所以你真啊看有滴个说，真正甲咱恭喜恭喜，搁再恭喜了对，好，来阿叔咱赶快，咱台中李大哥吼，当然嘿，你这个部分对家人啊真啊疼惜了对，好，你讲啊，这添一下这影响，要来做一下这个戏的当中，你借着家人这个平台。我把这个大戏也好，布地也好，规个电波一射出来，我来讲，这个感恩的这个心，自然而然，伊就接应得到。后来啊，当然就是咱这大公啊，家庭真正感谢你。啊，咱今仔日你讲家庭，啊，你来咱寄给我，我的报告，我的会计足无用的，家庭无法度讲我顶下寄这点着。来，搁咱支付王爷这落着，我来讲支付王即马开始哦，伊真真正正说，阮当的是真正无咧插一科的呢。伊真正甲朋友去咧拜拜的时阵，伊用啊亲身甲讲，你叫迄、叫迄来，叫迄来着。伊讲只是要伫咱这节目当中要施灾，安尼你也看有神奇无？真的很神奇。有哪一挂这个姻缘呐？吼，这个姻缘真真正正的时阵都是在无形当中的，安尼好不好？来，阿顺咱赶快，咱赶快感谢咱这个吼，咱李大哥吼，对着家庭的这个疼伤，其实伊沿路伊先来做安尼，因为主头吼，主头都拢是。家庭的旧朋友，伊就知影讲，哇，咱这场这个，吼，这场这个签诗也好，包括咱这个，吼，一礼拜的灵动的形象，包括到咱这几个神书，真正是有一个臭扑味啊，真正是有一个这个臭扑味啊，唔是清清菜啊，这是老祖先的智慧，天干地支这款，就是这个。地球也好，这个运当时咧运作的这个部分所产生的。啊，你今仔也讲哇，我配了讲好，这你也开水水水，尻川连大腿，我来报告，迄款就是真啊，人讲会死的话，迄一款即摆就是电脑设定的这个部分的算，你就是要安那。规个城市变嘛，变得无啊嘛，敢是？啊，你若真真正天干地支这部分，你母会清楚。我甲你讲，你着甲范围缩了。像咱桃园张太太，就是安尼啊。相信你若有咧看家庭的节目，伊嘛是安尼啊，配合咱这灵动的这部分说，伊着安尼笃笃笃笃说，就是像我讲安尼，所以你爱对好掉。莫讲啊，我顶下要看十二生肖尔啦，我顶下要看这灵动的尔说，你啥平平会当摕到一百分？你为什么我要来摕这三十分尔咧？敢是安尼？会当人讲你做代志爱圆满，吼爱圆满安尼，所以你这三点加四点这部分真正甲顾好掉吼，啊来佮加上咱即马。第五王爷的孙要佮再出来遮发挥你啊，想得着真真正正哇！这也是恭喜哈，那天作之合啦，好，来，咱赶快哈，咱一个好，咱台中李大哥伊的安尼一个心，好，阿要来甲咱一个答谢到咱一个布袋戏，好，布袋戏，当然，伊这个答谢进程的当中，当然伊嘛有甲家人添油香，对不对？添油香来的时候，我家人唔通甲你做布袋戏，你唔是讲家人我讲哦，迄讲一个大哥嘛讲，家人，人我刚看你，我嘛是迄个出现着三号呢，哦啊，我钓钓的时候，人我也去。做这个公益对不对？吼、哦、啊，我都有哪开50块，有哪开100块对。今仔日啊，替你欢喜的对。啊，可是咱讲咧做播第一节当中，你当然也讲啊，真正家人感谢我看你的这节目，吼、哦、啊了，真正我咧碰时啊，迄物件我咧有迄个需求的对，吼、哦、啊你姐姐，咱互相啦吼，互相配合安尼的对，吼、哦。人讲有福食对，来说了一寡这个福运啦，吼、哦、这个福运，自然你会得到这个财力安尼，好不好？好、哦，来阿叔，咱你姐赶快咱这个。台中李大哥要甲咱写一篇啊，这个布袋戏就对了哈。来看一下，看一下布袋安尼好，来开始练扮仙啦。所以乡亲是大，你若有想要去参与，就讲真真正正要咱这个节目当中安尼，真正好甲这个布袋戏安尼，这个电波一写出来的时候，你也想到。全台湾省偌济人看到你咧写布袋戏呢，真正哦，阿松咱家人当希望讲咱的乡亲多，真真正正算真的吼、哦，你可以稍微吼、哦、注意一下安尼，你若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你就会觉得讲真正吼、哦，来，所以讲咱你正正吼，这个部分吼、哦，咱。这个地府王爷啊，吼，输到咱这张，对，吼，咱这张同款会甲咱做结，所以咱每个礼拜一，咱拜一拢有咱这个地府王爷部分，吼，啊，咱拜时就有咱这个啊，咱先去红海一张，好一张。所以你啊看，甲恁讲，咱的十二生肖也好，只要有当啊无显现的。
内面一寡灵动的部分有，啊，你来用啊。好，你也想这安尼，前礼拜顺多存一四号无开到，结果一头三个。啊，家人无甲咱讲，每一处若无显现的，拢用这个方式落去，下顶钓到三号，钓到几号，家人无安尼讲哦。这有当时啊，我来报告哈，有当时啊，咱就去看，讲诶，咱独独去看到遮，啊，为着独独去看到遮啦，是安尼。好，所以讲每个人那个。福德之量真真正正，啊！咱若长期伫这个节目当中的时阵，有去接受到这的表示，你有迄个缘分来接到这个福运啦，安尼知吼？好，来，刷你好来哦。因咱这个迄个李亚科讲，家玲好，我就是安那一瓶，我就是要演到这个一瓶安尼。啊，咱若有的人讲啊，我都。哎，我不爱播台戏，吼，我要放烟火，吼，人迄话讲，迄新兵啦，咧圣诞前秋的时阵就对，吼，伊若放烟火就对啦，吼，吼，我开愈济，伊今年多了赚愈济钱，所以讲你来当选择讲啊，我无要写播台戏，我都要放烟火，吼，放烟火来，安尼砰，哦，安尼砰砰砰，想要做热烈安尼的时阵，哎，也可以，吼，也可以就对，你就甲家人讲，讲家人，啊，我都要买炮，吼，买炮，我来放烟火，吼，安尼也讲，啊，我都要播。第一红啊，我就报第一红啊，安尼，咱这个安那烟火就对，我讲迄真正无输咱咧跨年迄个安尼迄个烟火，你安怎？好，所以讲会当互你做选择和选择。你要阿丽也讲，家玲我讲，我一间就真正无说你安尼笃啊笃上迄一工安尼去笃到安尼真正安尼三粒安尼三层就对，吼三层的时阵，你要放烟火要搁加报第一嘛，拢无要紧哦。可是我讲，咱有当时咧参与着济。咱爱量力而为啦，你唔通讲好，我真正咧拼机会呢。你爱去了解着讲，咱就是讲，用一下动动脑的时，不要过度沉迷啊。你有个人讲，哇，我过度沉迷的时，我一头啊拢硬拼要拼这个，对，我来讲，有当时啊拼到尾，你会失去理智啊，好理智。所以讲，家人代表人讲，事实上用着老祖先啊些智慧，算天干地支。这你到法度把这个范围缩小，缩小你啊，顺迄就是真真正正功夫啦。唔是你听人讲这啊水，迄啊水真正，这水好安尼二三十个号码了，对，我来讲，总啊讲多出五个号码尔，你较有法度通和其他家人这样比者咧。你选二十个号码哦，好，结果一出现五个，你敢会当保证你这二十个内面其中拢五个是你的安尼？结果这五个准拢乎你了，对，另外迄十五个号码你都已经输。人啊，感谢安尼，好来，阿叔咱赶快对，希望乡亲是大吼，咱那咧参与着济啦，不管咱去一个，讲你也看像人个，迄公益彩券只要一间楼去丢头奖，吼，迄段时间，大家人拢要去沾那个喜气，我要来一间买，因为财神爷拄我顶下来祭酒，像咱迄神明咧圣诞前就咱去咧沐浴神恩赶快了对，吼，所以那顶下开头奖的一挂这个投注站，真正好，吼，人拢有够济，吼，咱就是要去沾喜气，人讲沾喜气，安尼对无？吼，好来，这是咱感谢咱这个台中李大哥，吼，听无嘴大富贵，所以有当时迄囡仔好啦。好，任何一个人，有当时拢会形容一个灵感，嘴当嘴甲你讲啥，好，嘴当嘴甲你讲啥话，安尼，啊，都真正知哪要互你，就是安尼，好无？好，来，好，啊，咱时间的关系，赶快咱今仔先来看到咱今仔的一个。贵国贤书，吼，来，宋丽啊，看来讲，这个贵国贤书的部分，咱就讲，而且这是先天甲后天，对不对？先天甲后天的时阵，咱这个贵国贤书哦，甲恁讲报告，不管你要参与到咱这个欢喜社公益这个五三九也好，还是要参与到这个大乐透也好。啊，是讲我着足介要爱去美国啦，要去创啥？这是针对着囡仔的字啦，吼字啦是所显现出来灵动的数啦。伊无去限制着讲到底是要倒一个游戏哦，它这是全面的，吼全面的安尼。来，啊咱今仔日着点吼庚辰日哦，注意听。庚辰日，你这个五行属金嘛？属金，你着爱去了解属金通常。伊咧出现着相相对对，甲这个分担。所谓这个相相对对，就是比如讲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空空，两个同款的分担。或啥物叫分担？就像咱拄只有出现着这个空一甲这个一空，吼，安尼配做的安尼就是叫做分担，好分担。所以今仔五行属金嘛，好属金，咱就当去注意，比如讲我今仔日我若要配着这个数，好啊，我就来配着一个相分担都有可能。不管大不管小都有可能，不是说局限于大局限于小这样而已，好，你要有一个这个观念，你记起来之后开始
就追踪，就追踪了，你就去了解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吼啊，慢慢慢慢，你就你家己的法，所以你的法就是讲，我借着这个物件，以我的智慧就对，我竟然比人会当悟到佫较济啦，啊，悟到较济，迄就是你家己的物件，安尼，吼，所以讲加减啊，用一点啊心，好，好不好？好，来，啊，起心是西北边，财神是正东，啊，今仔日。报到这个喜神甲财神，讲实在话，恁家的日历啥拢总有点着。将来你敢要去咧运用，讲啊，这个喜神财神，我是要创啥？事实上，你若逐天用着唔免一分钟的时间，往着这个方向来甲呼请，就哪像何必啊？逐天我拢咧甲拍招呼着。人讲见面三分钟，厝边头尾啊有咧拍招呼，拍招呼到尾啊，算着有熟识啊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喜神的西边往西北边的方向呼请喜神，祈求啥？祈求予咱大喜小喜，逐天拢做欢喜，心情若好，心花就开，对不对？后来财神正当往单边的方向，呼请财神，祈求着财神会当予咱第一身体健康，因为身体健康真真正正是真正咱正在，吼，这个正在，迄就是咱本领啊，吼，咱的本领，吼，你无身体健康，正在偏在，迄拢假讲的，吼，假讲的，安尼好不好？吼，来，阿松，咱核心正在，尽量较卖往西边去核心，它是一个比较会较甲你撩乱的心的，对，咱就小夸张呗，比如讲啊，我今日。要来开50块，啊，100块，我要买威力彩，我要买五三九顺，咱就往单边的方向，好，往单边的方向，因为财神在咧方向，无说你，你若说行行的时候，财神讲，哦，嘉玲来啊，嘉玲来啊，点点来，这样，无说你，啊好，今仔日嘉玲看到啊，真水了，天吼，来，我今仔日干哪，甲放一下头奖去啊，哦，我得哪，800万，点点了顺，靠在了顺，存100几万，安尼吼，对，搞遐简单，就是要遐简单，收到咱3点到4点。因为节目我来讲，有一天真真正正，你会笃笃笃，你会讲讲，哎呦，那真正安尼就很神奇，吼，很神奇，吼。好，来，啊，咱今仔结束了，对，抽时甲饮时，就是7点到5点已经过啊，对不对？下早7点到9点嘛已经过，下昼10点到1点嘛过，对不对？所以咱今仔嘉玲的节目当中，嘉玲啊，这结束拢总过啊，啊变怎？来，其实每2点钟拢有集神咧值班啊，可是嘉玲会甲咱预告的。明天，好，明天这个贵国贤书，这个吉神加这个宏威，好，财神喜神的这个宏威，你唔免烦恼，你唔免烦恼，安尼好不好？好，来，总之是咱贵国贤书的部分，好，好，啊，你配合着这個，啊，你爱记哩，好，来，今麦嘉玲哥，恁看一下，你也看嘉玲姐姐啦，互恁看一下，好，我想安尼做，来，小刺窗哥，咱看一下，你也看，安尼啦，好。来像安尼有空着，全部人拢出现啊！你着甲空开，吼空开类似安尼，包括家你咧讲即个十二生肖即个部分，你着甲空开安尼，安怎吼？安尼你哪有可能去追踪？啊，若啥物着着无诶，吼无诶部分好来安尼，互恁看者，吼包括着咱即个安那，咱即、這个吼即个签字诶部分嘛是用即个方式，安尼你较会当去了解，你会当去追踪，我着看上哦对呀，吼对呀，灵动啊未部分对不对？后来，所以你会看讲奇怪。这个灵动的，哦，还没讲到灵动，好，来，讲不对，来，咱今天庚辰属金啦，吼，属金，咱今天文殊菩萨，伊是佛的，吼，佛，伊会带动到跟空有相关，跟这个六有相关，啊，这不是绝对哦，只是讲它的几率很高，好，来，今天的三元卦带动到一，吼，跟一有相关，跟这个九有相关，啊，这个九你也看到，5月12号，来，到5月12号。灵动搁再灵动，到今拢还袂出现，今仔又搁去灵动着啊！事实嘛是爱加减啊去注意，啊，这有当去用锁掉，算真正足歹讲吼。来好，甲一路相关，甲九相关咯、哦，伊今仔五行属金哦，好，庚辰天干地支，这个天干伊嘛属金啊，吼嘛属金，伊灵动的数就是甲九相关，甲这个空有相关呐、啊。好，来今仔日灵动的生肖就是鸟鼠甲。小量加一个九，等于就是1、6、9了对。你也想今仔日出现着3个9，进前阁一再灵动，一再灵动的时阵，我来报告。你也想这事实上，那依着咱这个宇宙的变动，这个天干地支，伊应该着爱灵动的。可是这有当时一寡人为的，人为就很难讲了。安尼好不好？好，来，总个人希望讲咱乡亲啦，哦，想要甲咱结缘着咱这个。
好，咱知府王爷借着咱这个咱的这个台湾艺术台这个平台，对，要素材给咱，伊知名要素材，所以咱爱注意一下吼。这张要甲咱做建议，说真的不要转台，试看嘛，咱知府王爷的新位角度就对吼。好，来时间的关系，当然李正姐希望乡亲时代吼，咱后尾听小家人，包括咱对着一寡这物件，说咱爱小看去了解一下。今仔日家人甲咱准备一个真真正正的孙子。百年的老店，吼，百年老店所研发的这个物件，安尼阿好，甲您进个广告来，感谢，谢谢。百年老店看屋啦！来，我跟您介绍一下哈、嗯，这个南瓜子是姜黄南瓜子，两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嗯。它一个是咱屏东枋山有机的姜黄，哦，有机，对，一个是咱美国加州的南瓜子。哦，这个是六十几年来，大概几年前都是有这个工艺的、嗯，但是今嘛是欠货哈，你爱爱订才有货。这个跟外面的都不一样，嗯，不一样哦。伊无迄个姜黄的呛辣味。到那个甘甜淡淡的茴香、啊、加上那个南瓜子，好脆哦！两个结合在一起，某块外面是买不到，我够好价呢。要订购，要吃的话订购才会有的。嗯，这就好价哎。确实有影好吃，还够脆。我七十外吃这嘛还够有法的，啊，我拢定来这间买。这个有含姜黄吗？吃起来很顺口，我可以再吃吗？嗯、没有辣味呢，好吃。来，感谢好，来，家人希望讲咱有快乐，讲哇，今天遐尼好食，你就知影讲即其实的即个南瓜子，事实上伊的营养真有了，对，包括咱即个姜，大家拢总知，你爱去了解了讲即个姜吼，听有姜黄啦吼，家人讲讲伊的对，即、這个姜黄哩，咱用咱屏东枋山遐。红的哦，红姜黄的笋，热做的吼，热做的这热配，嗯，来包括咱这啊那真真正正美国迄上界有名这个南瓜籽笋来做。阿松，你啊看这所有一寡这营养素，包括这个木分素，所以讲话人讲哇，查甫人食南瓜籽足好，对不对？事实上，查甫人食嘛是足好，一寡女性朋友食更加好，因为这个木分素较简单讲，就是啊那这个雌迄、那个雌雄素，就是讲咱女性啦欠点一寡这个。荷尔蒙所产生一挂经年结束，伊内面这個成分真有够悬的哈。好，来个股膳食纤维，来后一张。所以讲，家里唔但希望讲咱的乡亲是多少点，咱南瓜子事实上家里面上甲咱讲，你要怎讲有够侪这个功效啊？啊，咱今仔日特别时间的这個关系就对，来个后者。有人讲哇，真正查甫人。平娘从啥拢知影，拢食南瓜子做好来。啊，咱今仔日对百年的这个老店吼、哦，就是这个牌子吼、哦，这个牌子对六木城吼、哦，六木城对，伊这是百年的老店所研发，伊是咧大稻埕遐一个这个家族啊、哦。来，搁咧这个迪化街是老字号了对啦吼、哦，品质的这个严选，你就知啊，搁包括完全手工安，你爱去了解就讲伊内面这个南瓜子是安那。真正大概有到八甜哦，赖老师这时说，八甜甲真真正正有够好食。你啊看，你看恁兜，恁兜你若有咧食这个南瓜子就对，到这安尼食八甜，规个圆圆安尼就对。你啊看恁兜就对，种玻璃丝啊，变变变，这每一粒就对，拢是安那，遮尔啊八甜，吼，遮尔啊八甜就对。普通时啊做着这脆食物啊，吼脆食物啊，我讲真正有够好。来，所以咱哩正正顺只一克啊，对，原价吼真正爱600块。结果咱抢上了着，就是450块，450块抢上的价钱，因为咱就是讲真正用着咱一寡这啊啦，咱的这个智慧，吼，咱这个大稻埕，伊真啊伊的用心了着，所以咱一克啊算450块了算，今仔日只要咱买着3克啊算，抢上算咱1800块，对不对？咱只要是咱的会员，我的报告都、就是。990块，3克啊，990块你也算，来特别就对，只要甲咱订购成功的算，佮加送你一克啊，拄好3+1，990块。今仔日卡输，你若买5克啊咧，5克啊，咱抢抢的介绍就偌济。
4500块，对不对？4500块，咱买到5K啊！来，即马即个5K啊，对。只要买到5K啊，当中，佮同款5K啊，送5K啊，拢总互你。来，今日电话观音啊，拍通。来，送家人希望讲，你若食到安尼，真真正正数数对。电话0800-0600-0500，家人直接同款，咱佮听咱的乡亲是大，唔是家人咧讲来，老细在偏咧遐放者。送咱的乡亲大，你佮看者了，你就怎讲？啥物叫做品质？好，啥物叫品质就对。来，迄块影片佮甲看者。来，送家人家你看者，电话观音卡，观音卡，赶紧卡卡到你就赢吼。来，0800-0600-0500，来感谢你，谢谢老师。百年老店客屋啦，对，来我跟您介绍一下哈，这个南瓜子是姜黄南瓜子，两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它一个是咱屏东枋山有机的姜黄，哦，有机，对，第二是咱美国加州的南瓜子，哦，这个是60几年来，咱在几年前都是有这个工艺的，但是今嘛是欠货哈，你爱爱订才有货，这个跟外面的都不一样，不一样哦，伊无迄个姜黄的呛辣味。到那个甘甜淡淡的茴香啊，加上那个南瓜子，好脆哦！两个结合在一起，我怪外面是买不到，我够好价呢。要订购哦，要吃的话订购才会有的。嗯，这就好价哎。确实也好吃，还够脆。我70外，吃这嘛还够有法的。啊，我拢定来这间买。这个有含姜黄吗？吃起来很顺口，我可以再吃吗？没有辣味呢，好吃。来，感谢电话观音卡哈，来欢迎报告。你买五 K 啊，送五 K 啊，我讲这真正百年的老店吼，来，甲咱斗接电。来，喂，你好，喂，阿春，喂，大春，大春的吼，买有送有吼，啊，你捌食过无？八啦，这之前捌买过啊。真正有够香啊，对不对？规粒、逐粒都安尼韧韧，对，有够顺口的啦，对不对？吼，安尼泡茶创啥有够好，对不对？好，好，来感谢你哈，好，来，今日电话关拨通吼，来，今日来，喂，你好，郭大哥。嗯，甲你。好食。这种啊，再试食看卖。我甲你讲，真正有够好食，规个安尼八甜甲八八八就对啦，吼，你要说伊吼，好，啊，你卖挂电话，卖挂电话哈，好，等一下，好，来。今日电话关音拨通来，我到接电话来，几线？来，喂，你好。喂，如何？我啊。好，要洗澡啊呢。好，啊，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电话忙挂下好。来，今日老师电话叫接接。来，喂，你好。哎。喂，嘿，来，迄个阿仔哦。哎，对。嘿，阿仔，你要大早啊，要洗澡诶。哎，大刀哎！我讲你啊，食到你就知老师小事装好啊，姐，你也看一下这贵的八八八吼，好，你等一下吼，你等一下好。来，送家人希望讲咱乡亲来接送我到接一下，来来，金龙，我大刀哎，大刀哎，好，你也看这安尼，逐粒无掉，安尼韧韧呐，对不对？好，来好，谢谢你。我食贵州好食，做好食吼，啊有够顺口，拢袂讲安尼一呛就对啦，吼，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今日电话拨通下来。来喂，尹廷大哥。喂，啊，我迄个拜五才送啦。要拜五送个对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诶。细组就好。我甲你讲，买着大组，你会真正，你会无买大组，你会后悔哦。哈，你等者，你考虑者，看要买无，甲老师讲哈。好，你等下好，好好来。来，今日电话半通哈。来，喂，你好。喂，恁组吼。啊。喂，桃园恁组兄吼。我买迄个大组的，买大组的吼，好起啊！啊，你电话三万车挂的哈，我叫老师听哈，你等下，我你等下好。来，今日电话拨通，来，喂，你好，来，月琴，买大组的，好好来来好，啊，你电话卖挂，我卖挂吼，好，来，今日电话拨通，来，我，好，来，今日老师你拢先到接，来，甲恁讲报告着。这每一粒就对，来，0800-0600-0500，我讲你真正来，老师小四川歌王。你小四川怎啊调的了好？来，你也想了对，这每一粒无对，拢安尼遮尔啊巴甜哦，真正遮尔啊巴甜的对。你到恁家的南瓜子是不是安尼玻璃丝啊？真正玻璃丝啊对啊，我的电话对。好，来，今日电话关拨通啊，来，哇，好来，我到接，进来，来，喂，你好。来，李青，来请，来请来，好，你等一下哈，你等。大组的。买大组吼，好好，你稍等一下，好好来。来，今日电话关拨通哈，来，今日接几线来。来，喂，你好，喂，淑君哦。你得买细组一组。好好，细组一，啊，你电话卖挂哦，吼，好。喂，我开拢甲挂断嘞，好。来，喂，你好，喂，碧美。细组的。买细组的哈，好，啊，你捌食过无？
唔慢吼，好，啊你等一下，卖挂，好，啊你挂，你等下哦，吼，你等。来，所以家己希望讲来，为你我等下。来，今日电话剩几秒钟啊？尔，电话关半通吼，咱的空八空五空六空七五空，我报告，每一粒就对，真正拢遮尔啊巴甜，你家看你就知啊。真真正正，唔是像咱一般的南瓜，只是玻璃丝啊哦。食到了有够顺口，超级好吃。来，搁刷了，咱这是健康食品哦。健康的顺利碰下咧泡茶，要送朋友，我讲，这若摕去送朋友，实在有够大面子的吼。来，时间的关系，电话关也不好通。咱就是买三克啊，送一克啊，算990元。那巧的人，知影人食到这个好面的当中，我讲1980元，拢总10克啊。要送朋友，要阿孙的食，要阮翁食，要恁大家看食，大家拢总好吼。咱一挂妈妈，我来报告，咱一挂女性朋友，普隆时啊，林嘉宾创下阵电话，关键啊拨通，空八空五空六空七五空，电话继续啊拨通好来，感谢你，谢谢。
家要互咱欢喜做公益，虽然健康嘛要报互恁知，啊，家己希望讲咱的乡亲是大，咱伫这个三点到四点，咱台湾艺术代理爱守护掉，咱伫家家希望乡亲是大，你爱去了解吼，咱这个吼植物王爷，只是要伫咱台湾艺术代理咱这节目当中树着财哦，伊讲要树财哦，要树财，你守护掉，伊安怎伫咧发挥，阮党的已经去试验过，讲真真正正，这是真诶，这是真诶哦。阮党诶，毋是凊彩人讲讲着听咧，伊是真真正正，从家己去试验者讲，我着要来看地方啊，到底这是真诶啊假？结果试者了讲啊，这是真正真诶。刷了你啊，从咱诶乡亲大，真正你若去看了咱这节目诶当中，你即帮助，你着爱啊啦，真正对好调，好对好调。甲纪念新尊尴尬，要伫咱这个节目当中素材算真的吼、哦，来啊，包括你啊，像咱最近。开始有很多我們的鄉親是大，你說啊，偉人，我要拿這個簽詩配合到我們這個幾個先書，包括我們這個十二生肖靈動的這個部分，你要一貫就對，一貫的時候要配合，我跟你說有一天，真正你這樣讀讀讀，真正去讀到你想要的，啊你咱就是安那节目安尼看看，自头看到尾。自然而然，你有迄个福运，你就得到这个财力啦，好，这个财力，吼，而且咱这公益的这部分，你嘛知影，对不对？后来啊，虽然赚钱真正真好，真好，对不对？搁做公益也真好，健康嘛爱保护咱知吼。所以，我家己当希望讲，事实上，进入市面上。有做者益生菌，啊，有做者一寡这益生菌就对了，太多，伊到底伊涵盖是啥？咱人身躯顶呐，好菌愈济，歹菌来入咱的身躯，伊无通去作用，好无通去作用。所以咱一下即个专家甲咱讲，即五招啊，看一下，好看一下，至少咱对着啥啦，要哪经过这益生菌，爱有一个概念，无市面上济个哪上，对不对？好来，啊，所以咱来安尼看一下了，从咱搁当下现场，好来感谢你，谢谢。嗨，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Angel，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益生菌的知识。益生菌是一群平衡肠道菌丛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生物。益生菌的产品百百种，我们应该怎么挑选益生菌产品呢？以下分为五个方向来帮助大家了解。第一个，菌种应该要几种呢？要选择能相辅相成、互相帮助彼此生长的菌种比较重要，而且也可以依保养的目的，例如针对肠道疾病或者是身体过敏反应，选择合适的菌种。第二点，谈到菌种，我们就会讨论到菌株。那什么是菌株名呢？是研究者针对特定研究的益生菌去命名，这个菌有特定的基因定序，并且将功效发表在科学文献或是专利中，所以可以在选择产品时经由辨识产品的特定菌株是否有明确的实证功效哦。第三点，菌数。根据研究，每日摄取10亿以上的菌数就可以达到健康功效，而且肠道表皮细胞可以附着的益生菌也有限，多余的菌数会随着排泄物排出，适量的菌数有效地附着在肠道细胞上发挥功效才是重要的。第四点，活着住肠道才是真有效。食物吃进肚子里会刺激消化液的分泌，所以益生菌要能够通过耐胃酸、耐胆碱的测试，才是真的能住进肠道里的好菌。第五点，添加好菌的食物。如果体质强健的好菌，加上有添加他们喜欢吃的膳食纤维，可以头好壮壮的在肠道生长，把坏菌都挤掉。最后提醒大家，肠道的细胞是会代谢转换的哦，附着在上面的好菌也会跟着变化，所以建议益生菌要长期使用，加上多吃益生菌喜欢的蔬菜水果，这样我们的肠道健康才能够长长久久哦。来，感谢哈，来，所以我家己希望讲，事实上，咱伫外口吼，这个益生菌真正有够多，啊，你爱去了解着讲，这个菌种个对吼，咱爱搁去配合哦，这个菌伊爱食着啥物物件，入味了以咱这个体内到发动，安尼真正发挥迄个作用，这就是重点嘛，吼，重点。所以你啊看这个好菌，对着咱人这个身体，人讲，身体有内面有好菌、歹菌，这个歹菌无一定是歹啊，有可能这就是伊在做的这个好菌，伊要爱食这个。
结果这个安尼食了，和这个好菌食到这个歹菌的时候，和这个好菌怎啊变个哦，勇惊惊啊！这个歹菌又无法断去啊啦，甲咱的身躯顶受到这个安那，咱人生的这个安全，和这个健康，和这个健康来个耍了，你爱去怎啊讲？我这个好菌到底够专利，够国际认证？所以讲有人讲啊，我有好菌，我有好菌，对。结果安那无亲无处，就是讲人讲都无身份证的，啊，就伊咧讲咧讲，到底有去受到破坏，咱唔知啊，对不对？后来阁刷了一部分，你也知影讲，伊即个存活率，就讲咱这边甲咱这身躯顶，伊到底是会当活三点钟、五点钟、十二点钟，吼，这都是重要，好重要着。来，搁伫咱这身躯顶，拢袂负担，吼，因为你也去了解着讲，今仔日我若去留着这个人工的，吼，也是讲一挂芳精啦，也是讲一挂复形剂的这个当中，伊拢会造成安那咱身躯顶，而且有的人讲哇，为着要让你食出着一挂好顺，伊甲你淋一挂缓泻药、滴泻药啊，让你食讲，吼、哦，真正有够无效的，吼、哦，我歹菌拢放放出来着，事实迄有当下，伊会甲咱肠啊上着规个放放掉，颠倒造成安那身体上的这个负担，这都是拢重点，吼。来，阁刷了后一张，你爱去了解。足侪咱的乡亲，大你也看讲，哎，有这个专利 URS 363这个益生菌，就是讲这个菌种的这个鉴定，好鉴定，拄到美国哦基因行的时阵。要登录哦，所以咱今仔毋是讲哇，咱家咧讲讲哦，啊你好菌拢是安那有专利啥个说，这是拢安那着拢伊拢有身份证啊。美国遐基因银行的时阵，伊拢是安那有牌，好来这个菌，好这个菌安尼着对吼。来，所以讲好来，所以刷来后一张这部分，来所以家人希望讲这只专利 S 十二的时阵，伊有一个十二种，而这款伊会当安那无敌防御，就是讲伊会当起来保护。像咱落雨，咱有野雨伞，袂去压淡共款着，甲我超级会调节。就是讲，我今仔日伊的能力，伊有法当去调整，着讲我今仔内面即个歹菌，伊个迄个就是讲互动啦，吼，即个互动来会当安那改善，吼，改善咱今仔食即个物件，顺是要改善着咱身躯顶。到底倒一方面啊，好倒一方面，这拢是重点嘛。安尼好，来，再个，来，所以家人希望讲咱的乡亲多，对着这个菌真的很多很多，每一个菌拢有伊的这个作用。这个菌伊到底要哪去搭配，要哪去搭配，这拢是重点，好，这拢是重点。就那像我拢最爱比一个咧，一个总破筛咧配合着这个安那检证着，食起会顺口袂顺口，这就是重点，好，这就是重点，安尼好。来，所以家人希望讲咱的乡亲是多。真的啦吼，有时候好物件，包括咱一个医疗团队这当中，到底伊安怎去研发，当会当好这个物件，会当搁较好安尼吼。好，来，咱伫只个顺序安那，搁有吗？啊，我唔是甲伊讲讲搁有。好，来，所以咱伫只，咱只吼，搁有这个十九种这综合消化这个酵素对。你个啥讲？其实消化咱人本身内面就有一挂这个酵素，吼，一挂这个酵素。酵素千外外种的时，只要酵素若有够的时，伊就当去对付着一挂无好的。所以讲，你看美国上界大的这个酵素的产品供应商，对不对？来个针对着无同款 pH 值的这个肠胃道，或者肠胃道来个改善消化无好的人，定定碰碰巴掌的食物件呢，真正食不知味安尼，真正有很多好很多。所以讲这个综合消化酵素的时，你嘛爱怎讲？到底是倒只？所以讲这拢是安那，拢是真正有。这个啦，有这个分解，吼，包括着咱这个注意，就是讲伊内面的一挂这个检验啦，吼，种种安尼好，来阁刷了后一点，来，阿松家人希望讲，阁这个啦专利的半乳寡糖，吼，伊这就是呐标靶型的这个啦 GDOS 这个专利，所以讲家人甲伊讲着，事实上着所有一挂这个专利拢是由于功效，还有功效，所以你也看这哦，甲咱来保证哦，七天有效，甲你改善肠道的一挂菌相，就是讲歹菌，吼，甲你变成这个好菌安尼。自然 S 黑手细胞伊就增加45%，吼，45%了对吼。来，阁无紧来，来赶紧来，所以家人希望讲咱乡亲大吼，来阁包括这个益生子吼，法国原厂的啊，包括这个物件，伊阁会当互咱体重管理控制，控制就讲互咱一寡这个恶露得知，甲一寡无好无好的这个部分，会损害到咱的身体，会当互咱失调起一寡歹的部分，拢来甲你做调理，吼，做调理安尼吼，好来阁刷落来。
好，来这优客优粉，好优客粉是 A 的，是专门抑制的幽门杆菌。足侪人讲，这个有幽门杆菌的时候，迄实在有够凶的啦，真正。所以讲，有的人讲，哇，迄种爱逃呢，迄个逃去咧治疗的时候是有够艰苦的，真正足艰苦，无输那像安尼，咧那像咧甲你治疗啦，去这个有幽门杆菌，你若逃了无好，伊同款哦，这会传染哦。有幽门杆菌是会传染，你若对着你啊说你无治疗好的时候，我讲恁全家拢有可能嘛，做伙食饭就拢会得啊，吼，拢会。对，安尼好不好？来，搁刷了有无？好，来，咱这是电脑模拟的这个胃肠了，对。伊讲，真正哩，这个荷兰的孙，伊这个研究的这个专利的这个技术哦，包括有够精准，针对着像咱人的这个胃肠了，对。热咧做试验，好做试验，来搁刷了十万遍的这个采样的这个分析，所以这唔是讲轻轻采采安尼哈，所以讲家人希望讲，有当时啊好物件，你爱去了解伊一个这个过程安尼，好不好？哈，来好，希望用这段对着一挂这益生菌了，对，好。家己问啊，才有机会过来甲咱讲哦，去较详细安尼。因为咱今仔日真侪工课咯啦吼，真侪工课咯，所以讲你只请多多包涵安尼。好，来啊，咱来看到咱这个吼，这个十二生肖的这個部分。好，来咱这个来你对好。哇，都对起啊！好，来，咱来看到咱这个玄机妙术吼，这个白白素兰灵动的部分。来，第一个这个组合吼，就是这个一二吼，一二二二三二吼。一二二二三二，这是第一个组合。来，第二个组合就是三尾。这个三尾事实上拢有这个机会，好，三尾就是这空三一三二三三三都有这个机会。好，来个另外就是安那二九，好，二九三空三一，好，二九三空三一，这是一个组合。来个另外就是安那空四空五。空六吼，空四、空五、空六吼，来就是兔、龙、蛇，好来，空四、空五、空六，好来，佮另外最后一个组合就是哪，一五来，二五、三五，好，这是进目前咱这礼拜灵动的哦。这礼拜灵动的部分，今仔日较输那无，你这礼拜来拢可以使用，吼，拢可以。啊，你爱记咱就是哪，用到你安那个空开，吼，只要出现啊，你就空开。所以讲，嘉玲哥，速速过来，咱好一遍。来，第一个组合，一二二二三二，吼，一二二二三二。来，第二个组合，三八，三八就是空三一三二三三三。来，个另外就是。第一个组合二九三空三一哈，二九三空三一来空四空五空六，来个说来一五二五三五，好再组合你个抽开安尼好不好？来阿兰时间的这个关系，咱这礼拜灵动这个部分，好阿兰爱记。咱这个哈，地府王爷啊，要伫咱这个节目当中，甲咱做发挥哈，所以咱赶快拢会教着，互咱这边好，这个好，这边啊，咱这个地府王爷啊，要赐予咱的这边安尼，互咱呼来吃吃，好，真正地府王爷要伫咱节目当中发挥，哦，啊，你要甲咱做结缘，安尼好不好？哈，来，所以个人希望讲时间的这个关系啦，吼，咱这现金苗所在一礼拜分，啊，咱改了算的配合着咱这贵国先师内面灵动的部分，包括着咱的签诗。包括咱地府王爷赐予咱的，伫咱这个节目当中要素材，你来爱甲顾好点。自头看到尾，我拢定下一直讲一句话了，对。咱自然有迄个福运，因为你若有看到这个节目了，对，就是电波已经射到你，你电视台传来到这，甲家人看一下安尼。啊，你家己有这个福运，对不对？你看一段时间了，算自然福运到，财力就到啦，安尼先吼。来，所以家人希望讲咱的乡亲啊，你要看咱八哥啊，安尼笑眯。笑眯眯呢，哦，找这个金银财宝，真正要咱满厝听吼，啊，佮同款，啊，咱一个啊去，咱这个文殊菩萨的部分，咱会当小看去注意到佮空有关系，佮力有关系，安尼好不好？来，啊，咱预告的明仔载这个贵国贤书，吼，来，明仔载预告吼，明仔载新四日，吼，这个喜神的西南边，灾神的正东，贺神的正西，尽量较莫往西边的方向，安尼好，明仔载的计时就是安那。
抽时一点到三点，饮时三点到五点，来到午时都下到十点到下晡三点，这八点钟是明仔载大节的时间。这个、大节的时间要创啥？就是针对着讲咱客诉，咱若要去做着啥物代志，决定性，比如讲我要甲人签约，我要甲人讲调解，啊，是讲我着要去病院看病人，尤其是重症的呀。动静的，好，比如讲家伙病房上，迄种动静的说，磁场比较不好，也是讲我要去讲念香创啥，啊，咱家本身气温都无好，好，你若讲我气温足强的，好，我都真正能量很强的，对，气足旺，这物件伊袂伤到你，可是咱人。气温哪里足啊？好，气温哪里足？有当去看较无好的迄个气场，你就较容易受伤啊！伊伤你会着啦，他伤得到你，所以我们咱甲人讲，咱就是针对这個部分，好，在迄个这款大节的时间是要咱做这個工课咯。啊，唔是讲我今仔日要来对呀，我要来加一个油啦，我要来载一个囡啦，我拢爱看时看日，无遮夸张啦，无遮夸张，这是针对了较重大，好，较重大，啊，是讲我要来。转运吼，也是讲我要来救灾，啊，我要来创啥当中，咱就经着这个大吉的时间，安尼有好无歹，安尼好不好？来阿松，家己希望讲咱乡亲大吼，咱今仔日工课较济，吼啊，较输咱的乡亲大，然后要甲家人加油，有要甲家人这个添影响，针对着咱一寡这个灵动这个部分，你那是安尼真正有经验啊，进灾当中吼，啊，搁做一寡这个公益，因为咱就是讲真正爱家己，准则着咱家己的这个能力了，对，唔茫过度迷哈，不要过度迷对。爱真在讲，我今仔日吼，我参与的这部分安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对。最后，同款感谢咱的乡亲对家庭的支持甲鼓励。最后，祝福大家春节平安，身体健康，求财大顺利，每一个人旺旺来。啊，再来六点到八点继续收看着咱文芳甲咱医生的节目哦。好，来，明仔日同时间再见，拜拜。